嗨，全球的杰斯家人，大家好，我是马医生，非常高兴我们今现在在一起来庆祝我们的11年的年庆。那么我们杰斯公司在这过去的11年里边，帮助了无数的人，这也是我们大家一起工作的结果。那么我们杰斯公司就是一个不断创造奇迹的公司。那么我们生活在21世纪，当然要享用21世纪的最先进的科技。那么在20世纪的时候呢，我们的营养主要是在于营养这个器官。等到20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认识到，其实我们只要营养了细胞，细胞能够健康了，我们的机体就健康了。更何况最近这10多年，我们的营养素和营养学都在非常非常关注我们 DNA 的这个改变。那么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边，其实营养学是一个非常新的科学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之前，那么科学家就发现了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质还有维生素以及矿物质对于人体的作用。那么蛋白质是有2种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平常所知道的面包大米土豆甚至红薯等等，这是碳水化合物，也是糖类。脂类脂质也就是分植物脂肪和动物脂肪，也包括了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那么维生素我们有10几种这些呢也都是分2大类，包括了脂溶性的维生素和水溶性的维生素。矿物质包括了很多种，而且包括了一些稀有元素。我们科学家发现了这些稀有元素对于人类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随着人类生活的健康的改变，在上个世纪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们有更多的科学家的研究报告都发现膳食纤维对我们人体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到了20世纪末，特别是21世纪初，那么科学家就发现了更多的这个营养素对我们机体是非常重要的。那首先呢就是这个植物化学素有300多种以多酚类为主。那么多酚类呢又含了四大类，它都存在于这些水果呀蔬菜呀等等里边。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些蔬菜水果的名字是不是很熟悉呀，它在我们的产品里边。那么杰斯公司总是给大家最先进的最好的营养。那么按照我们 Y.E.S 系统的计划，所有的产品都是作用于我们机体的各个不同的部位，而且它们之间相辅相成，使我们的营养素的效果达到了最好。那么按理说呢，人类这10000多年里我们的基因是没有变过的，也就而且我们的修复能力当然也没有变过。可是那是10000多年前的，大家都知道生物链决定了生命链。本来呢我们的饮食就是造就了我们这一种生物，可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营养补充营养呢？那是因为现在的生活真的是不一样。首先是消耗过度，大家知道我们的生活环境各方面的污染各方面等等，还有生活方式的不同，都会是消耗过度。那么消耗过度了以后，肯定我们机体的损伤也会过度，那我们的修复的能力就没有办法来修复所有这个受损伤的部位。再一个呢就是补充不足。那么首先从食物的营养方面来讲，它的含量不足了。一个是因为地域的关系，气候的关系，那么你所有的食物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但是更糟糕的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养殖这些食品的方式都是非常非常快的，他们都大大的缩短了原有的生长期，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他们没有时间来合成足够的营养素，加上 GMO， 也就是说这个转基因，其实我个人认为它更糟糕。因为我们的基因在我一万多年前，我们的 setup 的这种基因是没有办法来认知它的，也没有这个能力来修复它也消化它，所以呢它对人体的损失大的，加上激素农药抗生素的使用也使我们的食物里的营养大大的降低，而且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食物结构，那么我们的饮食结构现在生活好了，说实话大家只吃自己想吃的东西，什么大鱼大肉啊，整天如果你真是就是炒心，所以呢整个的饮食是处在一个不平衡的营养结构的范畴，所以呢看起来你吃了很多，其实营养素并没有得到。那么我们现在就说，现在呢，我们的机体处于一种隐性饥饿，就看起来你吃了很多，实际上没有。所以我们的营养素啊，由于消耗过度和补充不足，所以我们必须补充营养素，才能使我们的机体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那么按照营养学的分类我们的产品都在不同的位置都会显示出非常大的作用。首先营养学把营养素分为四大类，第一是基本营养素，肯定了我们需要所有最基本的营养来供给我们的机体，对吧？那么我们公司最最代表性的就是 AMPM。AMPM 它由于有90多种的营养素，是基本营养素的这个素质已经是提高了很多，而且刚才我说过了，我们的营养素主要都是植物化学素，我们的 AMPM 里边含了很多的植物化学素，而且现在我们对于营养特别是基本营养素的评价都是根据它营养这个植物营养素化学素的多少来评给它作为评级的。那么还有一个特点，这是我在市面上没有看到过的 AMPM 是真正的 AMPM， 因为它的含量是不同的，甚至有些方面的种类也是不同的，就是早晨和晚上的，本来嘛你白天要做事啊，要上学啊，所以你的机体都需要更多的养分，而且处在一个活跃的状态，你才能完成白天的工作，否则你白天总是打瞌睡，那总是不对的。而晚上也同样啊，我们要休息了，可是如果你的心跳呼吸都还处在白天运动的状态，那你呼吸急促，心跳蹦蹦蹦，这样你怎么可能入睡？所以我们的 AMPM 是真正的 AMPM， 特别是这是第一次加入了大量的基因营养的成分，也就是说以前我们的细胞营养是主要作用于细胞膜细胞质，很少作用到细胞核里边的，而我们的 AMPM 有大量的营养营养了我们的细胞核。那么所以我就说 AMPM 是真正的 AMPM， 而且做到了细胞优化，是最完善的细胞优化。那么第二种营养素就是这个优化剂，因为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对吧？有个体的差异，而且还有地域的不同。所以从你能够平常得到的食物营养来讲，都还是不同的，加上各个人的机体的状况不同，所以你需要一些优化剂来加强啊这些营养素的作用。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提一下我们的 reserve， 我们的明星产品，在过去的11年里头，通过大家的努力，真的很多很多的人在全世界享用了我们这个产品，而且从它得到了好多好多的益处。那么除了它有非常强的抗氧化这个作用之外，那么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白藜芦醇在这个产品里边，而且白藜芦醇是21世纪的第一款啊，这个科学家所认证的它能够抗衰老的啊这个产品。而且大家知道吗，刚才我讲这个植物化学素的，因为科学家说实话，所有的人类都想长生不老，不是吗？像我们的华人都知道的嫦娥奔月，它就是含了一颗草，长生不老的草，就飞上了月球。其实你不觉得好，上千年前的故事已经提示了抗衰老的真正的这个因素是在植物里边。所以呢，白藜芦醇经过过去这么多年啊科学家的认证，证明了它可以激活我们的 certain 这个 family 这个家族1到7。那么由于 certain 这个蛋白是存在细胞的不同的位置，有的是在细胞核的是在细胞质的这个线粒体里边，所以它们的作用也有各有。那么开始科学家们都集中的来研究它的长寿的效果，所以有的人就认为哦，是不是它只管这别的，可是动物试验各方面的结果都显示，除了延长了这个动物的生活的体能，肾都死掉了，都坏掉了，就剩一个空壳在长寿吗？可能吗 ？No， 只是说，在过去这些年10年里头，越来越多的啊，这个科学实验也都证明，啊，白藜芦醇可以作用于我们的线粒体。我呢，在这过去的10年里是一直着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研究走的，所以一步一步的看到这些成果，证明了。它真的是21世纪的第一颗这个巨星，真的，这是也是很大家都得意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么第二个呢，我想讲讲 Mind。Mind 大家都知道，它对于我们的啊记忆力啊这个还有注意力都非常有帮助。可是如果你仔细研究每一个啊因素在这个产品里边，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蚕丝蛋白还有其他的氨基酸我们再加进来的，它是有平稳调节情绪的作用，非常好。特别是在目前，你知道这个我们现在医生都管这个叫做啊疫情疲劳综合症，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啊，我有时候都觉得莫名其妙的烦躁，因为太久了真的很烦。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抓起来一包 Mind 含在口里，慢慢的就平稳了情绪。所以它对情绪的调节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这是我们的 Mind。 再一个呢就是 Finity，那么大家都知道啊，它有延长端粒的作用，从而延长和维护了细胞的生命。大家知道吗？非类体里边最主要的活性因素是
TA65， 而 TA65 是从中药黄芩里边提炼出来的，中国人用了好几百年的中药，而且它的作用它就是补气的。那凡是大家去问中医，或者说你最近比较疲劳比较疲倦身体比较弱，那么中医就会建议你啊，用一些黄芪来补补气。那肯大家想一想，那你活着就有气，你活得长就有气，对不对？没有气了也就不要活着了。所以其实黄芪是我们华人自古以来都用来强身健体延寿的一个草药，只是被美国科学家把它最主要的元素给提炼出来了，但是也很好。那么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来享用这款啊，这个啊营养 成分。再一个就是 Revita Blue， 我们大家都知道 Revita Blue 啊是营养干细胞的，而且也知道它大部分主要的成分都是皂类。那么很多年前啊，流行病学家就有一份报告啊，我就看到他指出，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一个长寿的国家，那么这些营养学家认为是日本人长寿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每天的饮食里边都有紫菜，紫菜就是海藻类，对吗？所以Revita Blue 它一直都有强身健体和延年益寿的作用。那么我们现在来讲讲这个体重管理和平衡营养饮食。大家都知道你这个体重过肥或者过瘦，说实话都会带来不同的这个疾病或者说是不适。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的 Zen Body， 那这里边有非常平衡的代餐，也就是说我开始讲的最基本的营养素脂肪碳水化合物以及蛋白质它都是有，而且都是最好质量的，而且有很多的蛋白质，也有如果你需要蛋白质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加进去啊。那有个因为每个人的饮食不同，你每天的饮食不同，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的饮食的情况从这里边来选择你所需要的。因为特别是现在啊，疫情是好多了，但是有时候还是说建议说不要那么多的出去啊买菜啊，或者到这种人多的地方。那么你如果哪一天的蛋白质不够，或者你家的这个食物不够，那天你又不想出门的话，你就可以用它来代替。这个呢 ，Monoway Active， 这个 juice 是去年2019年公司做了新的调整，做了新的产品的调整以及味道的调整。它现在真的是营养丰富、美味可口，而且是老少皆宜的产品。那么它更令人注意的是，它有19种的这个水果是打在一起的这个果汁。19种，哎，说实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我呢经常会用好几种水果或者蔬菜加到一块儿，弄个5-6种啊，给它打成果汁来喝。因为这个真的是非常有营养，而且比较方便吧，这样说。因为还是这句话，特别对于水果，我们的季节不同，我们的区域不同，你不可能就是说能够买到或者你想吃到的水果都可以买到，不可能的。而这个配方最让人觉得amazing 的地方，就是它除了我们大家已经习惯的香蕉、苹果、大鸭梨橘子、葡萄等等这些我们常用的水果以外，它还有大量的这个berry 这些类的，也就是说
大量的其他的水，这些超级水果，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科学家或者说营养学家所建议的啊，大家饮食用的非常这个营养丰富，而且我们称它为超级水果的啊，这些果酱啊，果浆类的食物。可是这些食物说实话不是每个地区都有的，但是它在里边已经全部包括了。另外呢，说实话前一阵呢，特别是就是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封城的时候，我二三月份吧，一直到四月份我都不敢出门，说实话。可是我还想吃水果呀，那没有办法，就冒着生命危险去到那些超市去买东西。结果我看见我前面的人把那个水果挑来挑去，而且还无意中的揉了揉他的鼻子，哦，把我吓昏掉了，所以我就无货而归，我就不要去了。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它真的很好，弥补了啊这个缺遗憾吧。如果说我不能够经常的去买这些水果，当然它更主要的是它是一个全面的啊这个水果的营养，而且美味可口，老少皆宜。而且我觉得呢，它更是一些偏食者的福音，而且你就可以任性一下，还吃你的，就吃那一样水果，一直吃下去没有问题。你只要每一天喝个一两杯的我们这个十九种水果的混合物，那么对于我们机体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所有的营养我们就够了，对吧？所以真的，我真的想用它来做这个琼浆，来作为我们今天祝贺我们的公司成立十一周年，而且 Happy Birthday， 哇，真的是美味，我好喜欢它。好，那么再一个呢，下一个呢就是下一个就是 Nara。 那么 Nara 我想讲的是，很多朋友我们都知道它里边是主要是由鱼类的胶原蛋白来的，而且呢都知道胶原蛋白是对我们的皮肤非常好的，有养颜的作用。但是说实话，这个胶原蛋白特别是鱼类的，它里边所含的氨基酸和人类的这个胶原蛋白的氨基酸的比例是最接近的，就是说比其他动物的这个胶原蛋白是最接近的，也就是说对我们机体最容易吸收和利用的。而且胶原蛋白对于体还有更重要的作用，大家知道吗？我们的韧带、肌腱还有我们的眼角膜，还有我们的骨骼，甚至我们的动脉里边都有它很大的组成部分所以呢在这个动脉里呢，它和弹性蛋白一起来参加血管的舒张和收缩。这也是为什么当人老的时候，慢慢我们这些蛋不够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就开始硬化了，所以它对调节血压都一直在有它很好的作用。那么我们说实话，比方说你是经常喜欢运动的朋友，那你就应该及时的补充这个 Nara， 因为否则来讲会容易这个我们的韧带或者特别是肌腱容易在运动中受伤。另外眼角膜，那么由于它是它的主要的组成部分，如果它不够的话，特别是对于整天戴隐性眼镜的朋友来讲，那么你的眼角膜的健康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否则来讲它磨来磨去，如果因为它原料的不同，它就会很容易产生溃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对吧？所以呢 Nara 呢其实它是应该我们每天都要服用的一些这一个产品。当然
也是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来服用多少和你自己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啊，再一个是我们的母乳益生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选择困难啊，我有。我每次去到超市上看到那么多的种类，我都不知道选哪个好啊，也不知道它的那个，因为这个双歧杆菌有很多种，不同的种的啊，也不知道它们是哪一种，它的量含的够不够。但是我们杰斯的母乳益生菌啊，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我们的双歧杆菌是从母乳里来的，那么也就是说母乳开始最开始给他的宝贝们，那么母亲总是最无私的，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宝贝，所以母乳的双歧杆菌是就是我们机体最需要的，而且也是最适宜生长的，而且这个含量也是很高的。那么另外还有一样，就是说它是跟着88种的蔬果的营养一起在这个 package 里边。为什么需要它？那这个益生菌它也要吃东西，对不对？它要繁殖啊，你不然它还没工作呢就把它饿死了，对不对？所以它怎么能够抵御其他的其他的这个细菌或者怎么样啊，这个我们以后再详细讲。可是呢这88种的营养素伴随着我们益生菌的这个 package 一起，会使它们在我们的肠道里头生活的更长久，而且更适应那里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新的产品，那我就不用再去有选择性的困难了，因为市面上没有哪一个有它这么好。好，那么就是再一个呢，一类就是皮肤护理啊，皮肤护理，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旗舰产品就是 Luminance 系列，对不对？那它的200多种这个 APT 的这个专利是全球都没有的，它的这个活性物质使我们的皮肤组织都会逆转机灵，这个呢我们的 Dr. Newman 会给大家讲更详细的用法。那么我想说的还有一项，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这个一个系列里头，我们所有的产品，比方说日霜也好，晚霜也好，那个 body lotion 就是体霜也好，美体霜也好，它都包含有这200多个这个 ATP 的这个活性因子，只是说含量多少而已。我现在只想提一下我们的日霜，我特别喜欢它，特别是在我们公司每年有这个奖励旅游的时候，都是在春末夏初的时候，也就是说最好的旅游季节，真是能够使何许的你照着何许的阳光，而且你能闻到那个这个微风里头带着微微的花香，哎，真的很惬意。可是我看很多人去旅游都把自己包得像粽子一样，干嘛呢？怕晒。我从来都是穿短裤短袖，我想真的让我的肌肤来接触大自然，那是大自然给我们的礼物。可是又怕晒伤，在外边很多小时嘛，所以我每次外出都会带很多的我们的这个日霜，它的效果非常非常好，因为加上它又是无油保湿的日霜，就是说用水通道蛋白作为一种替代疗法，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越来越少没有办法来保持机体这个皮肤的水分，而且这里边的皂类也给我们的皮肤表层本身有防紫外线的作用而加了一层膜，加上它原有的这个防晒剂，对吧？真的非常非常好说句又是所以有些人总是觉得你至于带那么多吗？我就至于带那么多，你光
你光我的这个四肢一用下来就要很多，所以有时候没有办法，到后来不够用了，我就跟我先生说，你今天穿长裤吧，他这样就可以省下来给我用。But anyway, 我好喜欢这一套所有的产品，因为没有人相信我已经是65岁，他们总是说不是吧，我不知道是恭维我还是真的，但是我自己感觉很好。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RVL 这个产品啊，其实也是系列，我们有三个东西在里边。那么这是一款看起来它是美发护发的产品，实际上呢，它由于是这个营养是作用到了这个毛囊的干细胞，所以它对保持这个头发的浓密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有的朋友跟我说，我的好多头发我不需要，干嘛需要它？那不是啊，大家想一想，哪一个没有头发的人或者少头发的人，他一出生就是这样，他之前也是浓发密密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呢要从现在来开始用啊，它这个效果真的会很好。反正我的头发是很多，但是我还会用，因为我的理发师发现了，他说：“哎，马医生，你最近你又干什么了？你的头发怎么本来就蛮多，怎么又厚了？”我笑笑啊，我没有说什么，但是我很开心，我很得意。他说：“哎，这是 working。”那么我们再把我们的产品按功能和大家说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的 reserve 也就是配全精华，由于大家都知道了它作用于certain 的这个整个家族啊，而且它有调节基因的作用，也就是调节基因的开与关的作用。因为21世纪的科学证论已经证明了，我们不是基因缺陷，而是基因的表达不全。那好，那我们用了我们的明星产品 Reserve 以后，我们的基因比较完善了，那么我们就开始要干活了。干活需要什么？那我们需要营养啊。我们的 AMPM 提供了大量的营养给了我们的细胞膜、细胞质、细胞器还有细胞核，所以呢再加上我们根据个人不同的情况，加上我们上一页提过的各种的优化剂以及食物的补充剂那么你这个细胞呢就会得到一个，我想应该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那么比较健康的状态，说实话，这个细胞通过50几次的分裂以后它也不见了。那如果你想让你的细胞活得更长这个端粒维护得更好的话，那么当然就是要用上我们的 Finity， 那就会把所有前边我们所用的这些产品，我们都会把它发挥的淋漓尽致。再就是我们的 Luminance， 大家都知道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它需要很多很多的营养素，而且其实我们的口服品也都会到达皮肤，但是我们有护肤品，怎么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吧，你抹上了以后，它不就立刻吸收了，而且还省下了你的口服的产品可以作用于其他的器官，所以 why not？ 那么它也是我们机体的一个，就像一个保护伞一样就像蛋壳一样，就是它一直在保护着我们的机体。所以 Luminance 呢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那么我们的产品这么好，但是你知道吗，全世界再好的东西它都不是适合于每一个人的，真的。所以那我们的产品的适合的是什么人呢？那么我现在想跟大家说，真的不要特意去找病人，特别是危重的病人，那是医生的事，也不要试图去挑战连医生都治不好的病，那是科学家的事，因为他们是病人，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情况。那么我们的产品所应用的范围主要是包括自己的也包括我们自己哦，因为我发现有的人
只是说非常热心的推荐我们的产品给别人，省下来给别人啊，所以其实是包括我们自己的亚健康的人群，根据地域的不同，生活习惯的不同，这个人群可以啊，最高都可以达到75%啊。这是一组被医生甚至他们自己都忽略的人群，这也是我们杰斯人的使命，我们要帮助更多的这些人。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要保持，想要保持健康青春美丽的健康人群啊。所以有的人说我现在还好啊，我没有什么疾病，也没有什么亚健康的症状，另外呢我好像用这个产品都用了一年了，我也没有看见跟去年有什么不同。那我总是说恭喜你了，如果你每年都跟去年不同的话，你从30岁开始用，你到了80岁还30岁的模样，那不是真的是恭喜你了。我不知道会不会吓人一跳啊， but anyway， 所以呢要想真正的健康就要从今天做起。那么这就是我们的 Y.E.S 系统的所有的产品的作用，通过他们的相辅相成的作用，通过我们的大家的努力，我们真正的把健康和美丽传到了全世界。我们是一个不断创造奇迹的公司。谢谢大家。